电源的话打开，七个省电灯泡，它的总耗电量是170瓦，确实省电的话省80%，很好用的话没有骗人，因为传统式的这种钨丝灯泡哈，一颗耗电量就250瓦，它竟然七个灯泡只要164瓦。那你看我们这一台省电高手的话，省电器是目前全世界效果的话最好的，你只要装上，你只要找一个空插座的话装上去以后，它这个是飞利浦的话省电灯泡164瓦，我们还可以再帮它省一部分，表示说我们这个省电效果呢是目前哈的话全世界的话最好的。现在我再把它增加这个话洗衣机的马达，刚刚164瓦，再增加的话一台洗衣机的话马达的话变成400多瓦。如果你再增加冷气，再加冰箱的话，加起来的话是45安培，它一样所有的电器能够省电，这个可以从我们的勾表数字上可以马上的话看得出来。所以说它这个好省电效果的话是最好的。省电高手是目前唯一通过经济部标准检验局认证且合法的产品，它的省电效能透过一镜到底的画面您就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当开启省电高手后，电表转速明显的降低了，这就是省电高手可以省电的最好证据。